我们的正餐现在开始了啊！正餐呢是美味佳肴，更多好的菜呢一一呈现，对吧，师傅？你个光锅，光贵族光锅，看这个手锅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王哥，找位置坐一下。大家不吃到五点了，几点了？你现在不需要到五点钟吃了吗？来就可以了。那个桌子都坐满了。没有，你们坐完，你叫他安排啊。跟你们先坐定的啦，就来吧。你跟你们先坐定啦。我去叫黄小胖他们跟你们，然后一起先坐一桌，先吃一下。先给你们的，给你们坐定了。先吃，我招呼一下这些。这平潭的帅哥，叫伟哥，那是他的最爱，那是伟嫂啊。对吧，伟哥？叫伟哥，他最爱。对呀、啊，我想起。下面呢，就有请我们的土豪黄哥呢，说一下来到这里的感受。帅哥九哥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的黄哥。Hello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跟黄哥还有小九妹，还有九哥，好帅，好帅，还有这个虾米，虾头，这个丫头，别开了，别开了，凤，还有小六，一堂狼那么多，对，广西的，还有外省的很多的朋友到这里来，听听这里，来年参加东风的二少的满月宴啊、三种朋友一起齐聚一堂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沾点喜气的同时，交流一下三种，在这里能不能感受到柳州人民的热情？感受到柳州人民的热情，对，我们农村的气氛真好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。习俗，习俗，对。现在准备上水鱼了不？准备，没有水鱼。有啊，有水鱼、真有水鱼吗？有水鱼，还有虾，还有横着走的那个螃蟹。哦，横着走的螃蟹。我最喜欢横着走的那个了。准备开桌了吗？好，我要吃两件扣肉。哦。给他两碗，我还要打包呢。一茶带酒，光哥生日快乐啊！不要，大家生日快乐！光哥忙了啊！别让我喊，这边有老板娘。来，光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身体健康，坐，小六也好，那个在吃饭呢、那个乡长啊，我丫头哪里有乡长、村长啊，坐坐，正在升级了乡长了，黄哥帮我升级了，那你把村长跟村长了升级了，黄哥走的大闸蟹来啦，来了，这一盘呢就是最补的了，千年黄八。千年乌龟，千年乌龟说错了啊！这一碗扣肉贵了，几十块一斤呢。很贵的碗扣肉。刚才你说吃两块，你现在吃了多少了？第二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东哥，东哥在哪里？东哥在哪里？东哥在马上来。快快说，我天天光准备开会了。巧啊！太巧了，刚来还
最广西的老乡啊，都回去。十减一九妹，哎呦，好给力啊！真是太巧了啊！九哥在哪里？来来来，你也是广西的吧？九哥，拉倒吧。哈哈哈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我说我要在你的视频里面多出现一下，让你的粉丝朋友多认识我一下。哦，大家好，我叫小九哥，哎呦，是光哥的兄弟。你姓什么的？我姓卢。我不是姓卢的吗？我姓黄的吗？他是四海家兄弟吧？啊，谢谢兄弟跟你的偶像见面啊！哦，认兄弟啊，认兄弟啊！啊，谢谢兄弟。啊，你领奖领了没有？领了，这里礼物，这是我的。老板，光哥终于认识我了！哎呀妈呀！这是我们本爷，这是我们十三爷。哎呀，亲爱的十三爷，好霸气的人啊！哎呦！美颜，德性。那天真不好意思吧，哎呦，靠你这么近了，都那个，光哥，光哥 ，sorry， 你不要跟着峰峰这样皮了。美颜呢，这些人，都说那个光哥怎样怎样，不能欺负光哥。我要在光哥的视频，还有我北爷的视频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太老了，不行的，没得。说要介绍北爷，我们光哥在我们心里面永远是吧？永远最帅气哦，最帅气。不行，那北爷你嫁吧，那你就嫁吧。不，这个嫁不嫁由这个要讲感情。去广西是不是有了江亮仔呀？靠那么近干啥？你老是靠北爷那里，靠过来。发现光哥不靠北，老靠过去，老靠过去。远点，远点，远点，远点。北，难道你在我的面前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。我一说九哥就凑上来了。可以偷偷的发微信给我也可以的。好的。不要讲给他们知道啊！好好，没事就。第一排还有座位，第二排有座位，然后这边的人可以坐过来。坐过来，我不打你。我啊！别不要照这个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现在再照个合体照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然后三农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也一起跟舵手合照，好吧？来，三农的工作人员。看见了吗？没有。看他，看他，看他，看一下。Hello， 哎呀，哥真帅。不要动。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四哥。好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人长得非常的霸气，比光哥还差一点啊。啊，对，老爸，这是你老爸吗？对对对，我啊，和老爸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。你看，带着老爸来了，哎呀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。光哥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哎，是光哥，你看长得又帅又有才，嘴巴还会说。其实我还是应该多给光哥学习一下，是真的。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啊！谢谢四哥啊！来握个手，握个手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峰峰，来，哎，大家好。哎，我准备上去了啊！怎么今天晚上看到你这么漂亮嘞？有吗？我什么时候丑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你没有穿那个零零啷啷的那衣服来，特别好看。零零当当的不好看吗？零零啷啷可能看不习惯，有时候洗衣服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全部把那个扔中啊拆出来？不拆出来呀、啊？不拆的。不拆出来，那怎么洗？我们盛装，你看我平时穿的是那个，平时穿的是便装呀。盛装的话就是。还有啥东西送给我？这个是我们的那用牛奶做成的那个品牌，对。牛奶糖，风干肉是我们行军，我们蒙古族行军的时候，还有包括游牧的时候，特别好的一个充饥的。这叫切豌豆嘛，大家。从家门嘛，应该接近。不接近，再接近。对呀、啊。前面两个也要开的呀。正好在那卖的。嗯。一样的，你冇嘛，应该开一百二的。两家可以吗？嗯哦，我给你今天一楼买桶牛奶六个牛，好多人呢喜欢我们家的牛，那个大概是15,000到16,000一个。这牛多啊，应该。老板也说了，养也是白养的。
也不怎么大了，所以要看一下我哥的意思，看一下他愿不愿意卖。哎呦，价格就六万。哦，这就是个三头啊，我呀。哇，漂亮。你他一岁。八角呀。对。哎呦，价格。他们哪里有牛呀？那牛呢？分公母的，公的那个就比牛的大概贵三分之二。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。比如说像这么大的呢，如果是公牛的话呢，就是五千到六千；如果小的就母牛的，就是三千多。你做牛的味好贵点。对呀。啊，来个枪，咱们枪梯好了。现在好多人到这里过呢，都一直看我们家的牛。你看这一头呢，大概是一万五到一万六。大家说说这个价格怎么样？会不会便宜了一点？一头一万五，十头就十五万，一百头就一百五十万了。当然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常放在路边，就怕那些心怀不轨的那些人过来把它拉走了，所以这个有点风险。准备请这个大哥来帮看牛啊，这头牛呢起码要赚有他八千到一万块钱，养了一年多了，一年两个月左右，那两个慢慢就肥了，看到了吗？前面那两个现在比较瘦。你看我哥啊，好辛苦啊！哎呦，每天的喂，哎，这些草。养牛呢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好辛苦的，早上一早就要去找这个草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到我们养的，其实你以为很容易，到你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要喂草啊，还要喂一些那些，做腐竹留下来的那些豆腐渣啊之类的。所以才有这么肥的，不是说喂一点草它就肥的。好多人不懂养也来向我大哥请教。哎，这些料就是用来喂牛的啦，这些看到了吗？嗯，就是喂这些草，每天都要喂。这是我家的狗，养了 五六年了，好听话的，它不会到处跑喽。如果到处跑的话呢，就会被人家偷了。